现在都是想摘个漂亮花，他不是为了以后赚钱，对吧？说钱这个东西还不，就是为了心情好漂亮，摘家里一开花的时候，哎，是在院子摘一棵开花的时候，看了心情也好。哎呦，摘两块，你早晨起来一看那个花，我到这个开花的时候，我出来一看，心情特别好。是点缀一下哈。哎呀，这可是来俊了，花漂亮。他开的花期长，五个月。五个月花期。哦，南方五个月还多。开那个喇叭花哈。那个喇比石榴花都好看。比石你说比石榴花还好看。还好看。它是花苞长，多长？这个花苞长。哎，这是有名的中华凌霄，你。中华凌霄。哎。我看你冬天就这样放在室外。哎呦，这个还能朝这朝屋里搬，那麻烦了。我这个一入零下30度，也不能冻毁了哎。哦，也不怕冻。哼，它就是很属性，就是属性。就是属性。哎，他们爬动你还能养他吗？嗯，我上去养了大小以后10几万棵，你凑合着弄吧。是是，这个刘先生很好弄的哈。嗯，就是咱大体了解了一下，就是2公分的95，哎对，3到4公分的啊，还有5公分的，就是200。啊，200，5公分的200不给他。5公分的不行。3、4的是。哦，3、4的200。5公分的。5公分的那个得三倍往上。哦，5公分的3倍往上。这个你3倍我都不买。这看这个很好看，属性。对。这个拧在一起的哈。对，但是拧绳的，这。这个属性漂亮。你看上面这个帽花吧。是是，这开花的那是来俊了。整个都是花，眼都看不着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凌霄的呀，种一棵很好啊。你看我养这个以后，这你看看，那咱不，我自己都看着高兴。是属性很好。哎呀，质量太棒了。嗨，你养这个东西，有的就会把烂柴火呀弄去，还有弯曲牛板，咱弄这个你看看，都标的是黄果标的。对，是是。你想咱树龄得几年度？这个是4年了。4年。嗯。4年才养这么幅啊。哎。还有点大的往回来长了，还是漂亮。确实漂亮哈、啊，我就认准这个花了。我这几年养的效益很好，都基本上都是都这一片一提你都知道。哎，对，这个凌霄大户、哎，就你家凌霄是最多了。那是亩地的。啊，二十亩地凌霄。我带的鞋，要如果在后山那个，没这么漂亮。这个你主要是管理的好。哎，就是管理是一大块。你看这一棵多直啊！哎，太漂亮了。这管教建的很好。到开花的时候你来看吧，我这个地方你看。是是。这棵树形笔直啊，哎，这个都很漂亮。大爷把这个树冠修剪了，哎呀，非常到位，你看，很简约。都说多少钱多少钱呢？有的在市场买的，现在乱七八糟，这个你可弄。对，不是咱自己来挖，想弄哪一棵挖哪一棵。对，还打好球，给打上我家出去以后，这个秧和当年开花太好了。是是，那大爷种了几万棵啊，树形是太棒了。质量非常好，有喜欢的朋友们啊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